我要法宝。叶少佐最近怎么总是心神不宁的呀？可能是这几天没睡好吧。哦，是啊，天天在外面奔波确实是辛苦。哎，但你还别说啊，这次咱们抓到这么重要的犯人，能够在军政厅的审讯室好好审上一阵子了，你说呢？是吧？审讯是宫本君的长项，我应该跟你好好学习学习才是。这话说的谦虚了。哎，对了，何英那边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啊？我听说有一帮学生在组织搞什么动员大会。只不过是喊喊口号，做一些小把戏罢了。关键在于学生地下组织究竟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。我已经让何英去打探了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哎呀，叶少佐确实比我厉害啊。你看这平常不怒自威的，一对付起女人的确有一套。所以我得向你学习啊。哎，叶少佐，你告诉我呗，你是怎么把这个何英这个硬骨头给搞定的呀？啊，你真的相信一个曾经想杀你的人能够被你所用吗？不是为我所用，是为我们所用。我相信人还是愿意高攀强者，他值不值得信任，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有分晓。说的有道理。俗话说得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既然你这么相信何英，那他一定有他活的价值。你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老牌的地下工作者，一定很熟悉这里面的流程。要不你先说。我当然知道你们这个地方一旦进来了根本就不可能再出去，但是有一点你也要明白，我知道的所有信息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。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，共产主义是帮不了你的，更别说来救你了。我不想和你谈什么共产主义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懂。哦，我的信仰对于我来说至高无上，它并不是为了让我自己来寻求获救机会的。不是为了救自己啊，真高尚。你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救不了，说到底
你就是个失败者。你干的。我感觉是不是我干的没那么重要吧。要不我们先来谈谈你。这个人呢很有意思。叶成君，一会儿可以用你的方式审一遍。